在十二年国教课纲的安排下，第五学期阶段有一个加深加广的范围。加深加广选修开了三门学科，分别是安全教育与伤害防护、运动与健康以及健康与休闲生活三个科目，各两学分。核心素养为培养学生适应现在生活与面对未来挑战所应具备的知识、能力与态度。希望透过加深加广，让学生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与能力，适性扬才，成就每个孩子。本单元为运动与健康中的运动与性别，体育署及健康署宣示，健康国民为国家最大资产，身体活动及运动对于促进各年龄层民众健康至为重要，其力拓展全民健康、乐活、爱运动的环境，巩固国民运动权及健康权，运动你我他，健康一起来。大家好，欢迎加入我们健康与体育领域加深加广线上选修课程。那本单元的课程呢，请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进行到所谓的超人变身式。那什么叫超人变身式呢？我如何营造舒适与健康之校园运动环境？学校更衣淋浴间的设置规划，作为探讨。超人变身式的课程里面，对于学校更衣淋浴间的设置规划，我们有四个要点。第一个，能参与探究促进全人健康的创新策略、资源与规范。第二，能做到活动过程当中展现相互包容与适切的人际沟通互动。第三，能探索多元创新的方法，展现促进个人及群体健康的技能。第四，会公开进行健康倡议，有效地影响他人，促进健康的信念与行动。那对于相关的个学校一个更衣淋浴间的设置，我们可以参考教育部体育署学校设置乐活运动的站的资讯平台，我们看看各级学校有完成的做一个参考。那也是待会课程里面同学要去踏查自己学校，看学校哪个环境哪个场所最适合做一个淋浴更衣间的一个设置哦。那建制学校淋浴间的设施呢，其功能相当多元化，对哪些有帮助呢？体育课程实施后，或是运动团队训练后，那如果在寒暑假举办营队的话，大家也可以使用。那对于低年级的学童或附设托儿所的学校，对于学生肠胃不舒服或造成困扰的时候，他被衣物脏污了，他需要灌洗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学校的淋浴更衣间就是至为重要的。那议题讨论，淋浴间或更衣室只有女生需要吗？其实我也需要。使用与管理应注意要项为何呢？它安全隐秘，这是大家考量的。再来，学校最适合的设置地点为何？待会要做报告，所以待会各小组讨论，依据学校的踏查过程当中，去看看哪个地方是最适合做学校的一个设置地点。好，分组报告，每组十分钟，七分钟报告，三分钟交流，然后我们也选出最佳的设计团队，也可以给学校做参考。好，在超人变身式过程当中，我们要了解说，我们一般人换衣服是很不方便，要考虑到礼节的问题。那你觉得学校需要设置淋浴间吗？我觉得需要，因为常常在夏天，体育课完之后流很多汗，然后很不舒服。的确哈，不管是女生男生，流了汗，要再上下一堂课都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哈。那你觉得淋浴间的设置真的很重要吗？觉得很重要。
那就如果说有淋浴间让你冲完澡，有一个更干舒适的那个身体，再进行学习也是很方便嘛，对不对？那很好。那有没有使用上管理注意要注意的事项呢？我觉得性别之间应该做好清楚的分界。的确哈，我觉得避免尴尬哈，那男生还是要分男生，女生要分女生，然后有一个区隔，也避免一些那个性骚扰的事件发生，哦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我觉得应该要设置那个淋浴间的管理办法，要明文规定所有的细项，才会就是杜绝性骚扰的状况出现。不只是这边，还有那个安全管理啦，哈，卫生管理。如果有一个专人的个照顾的话，会让我们更方便使用。好，那你觉得学校这样观察之下，学校哪里最适合设置淋浴间呢？感觉体育馆会比较适合，因为就是在运动完之后，可以直接去那边进行淋浴的动作，会比较流畅。的确哈，你看运动完之后，马上一个淋浴间更衣室这样子，那也方便我们下一堂课的执行。所以你觉得是体育馆，那我们可以再跟学校建议了，好。但是我觉得那个淋浴间跟更衣室应该要分开，这样使用上比较有效率。干湿分离是哈，对，有些同学可能不需要，不想淋浴，他只要身体擦一擦，所以这淋浴间跟更衣室其实是可以分开的，那是很棒的这个建议，赞哈，谢谢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权，运动权，所以在学校淋浴间建制上面，我们要积极努力，一起朝那个自发互动共好的努力，谢谢各位同学参与，谢谢。